我们收到情报，有一笔巨额的黑钱，近期会调来香港。我们这次的目标，瓦解这个洗黑钱集团。行动。我们调查时发现，涉及的赃款可能高达几十个亿。张波，你要洗几个亿？100个亿。我们需要香港的配合。 为什么调查我？还有内鬼？那真相会不会是查贪污的人自己贪污呢？